哈佛家训，你我只隔六步。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曾经招募了三百多名志愿者，请他们各自邮寄一个信函，收件人是米尔格兰姆指定的一位住在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米尔格兰姆相信。 很难有人直接将信函寄到，因此他就让志愿者把信函发送给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和目标建立关系的亲友，并且要求每一个转寄信函的人都回发一个信件给米尔格兰姆本人。出人意料的是，有六十封信最终到达了股票经纪人手中。 并且这些信函经过的中间人平均只有五个，也就是说，陌生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最远距离是六个人。米尔格兰姆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实验结果，并提出著名的“六度分离”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虽然世界很大，但是如果将每个人的人际关系网考虑进去。 人和人的距离其实很小。该理论声称，只需六步就能够将彼此毫不相关的两个人以某种方式联系到一起。为了证实六步分离理论的可行性，微软公司研究人员进行了实验。他们随意挑选2006年某一月，记录下当月所有通过微软网络发送短信的用户地址。 分析了三百多亿条地址信息，最终统计得出，多达百分之七十八的用户仅通过发送平均六点六条短信，或者说通过六点六步，就可以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建立关系。从六步分离理论来看，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毫不相干的两个人。 即使是分处南北两极的两个人，彼此间的距离也不过六步而已。如此看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那么，陌生的你，当你得知我在沙漠上干咳难忍，在雪雪地里饥饿难耐，在绝望的深渊苦苦挣扎的时候，请你不要漠然的走开，请你。 停下匆忙的脚步，给我一杯清凉的水，请你给我一碗滚烫的饭，给我一双有力的手。陌生的你，我之所以这样请求，只因为你和我只隔六步。纵然是完全无关的你和我，彼此的距离也不过六步。我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战争、种族、国籍、盛世，这一切。 重重阻隔我们的东西，加在一起也不过六步之遥。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的陌生？